哇，五六，一个一个来，好，天，天公官地长，什么叫天公官地长？对啊，迄大目杂啊，迄天公爷呢？嘿，你咧假讲跋脚，你讲跋脚，囡仔人迄跋脚犯法，未使跋脚，有听无？好，卖跋脚。卖跋脚，今麦来讲讲跋脚，我就改听，来较正经的，听，天下君无输，输，输38,500，我太输那济，我都啊，逐日讲，讲啥？我即摆唔是跋脚哦，我即摆是跋了合彩讲古，啊，你嘛是跋脚，输38,500，即摆讲讲跋脚哦，我就改砍，好卖吗？哎，有阿菜无嘛？有阿菜无比赛？较正经嘞！哦，天天下君无输，输输到财死黑，黑黑百般子母爷，爷爷爷家庭通通通赢有输害，害害得有心平平平心做好事，心事事该关心，心心情做得好，好好好庆家门门。文中添水草，草草上有添花，花花中有君子，子子孙皆有孝，孝孝子感动天，台湾人出头天。我你个样，说这句，阿你袂歹袂歹。下晡阿咱拢吟迄个古诗，我嘛来换一个现代诗。我这个有现代诗哦，对啊，迄、那个台语诗哦。迄念起来偌水个呢？你听好哦，我即马要吟这吼、個，一个真出名诗人所写，哈，唱甲念袂调吼，听好。白龙寺脚长长，想要烧酒问，你安尼圆圆外外，会当行偌远？敢会当行过阮故乡的田园？嘿，当时啊吼。迄就是陈明仁的台语诗《故乡的田园》欸。哎，你个内行哦，我感觉你个对，啊，你敢会晓？啊，真袂晓。迄陈明仁的诗我读书嘛会晓，来，我甲你接落哦，听好。牛车路高登登，想要三脚门，你安尼圆圆弯弯会当行偌远？敢会当行过阮故乡的田园？哎、欸，你够有谱呢！你够真正会晓，我感觉你够准。来，即摆话阿杰啦，过一拍，一拍互你接。我，嘿，安尼吼，有头有尾，安尼算讲，啊，这诗真系水，上水在后边，即一拍，一拍甲结束起来吼，这首诗就真正赞。陈明仁的故乡的田园，对啊。吃大米过光光，想要三少问月娘啊，你会当借我门，敢会当借着阮某的脚床？啊，遐也算是故乡的田园。迄当时啊，即首吼，你某的脚床念着，啊，无尾啊，我都袂记啊。迄尾啊，你安怎想想，我就唔知啊。啊！照我某的脚床，迄嘛是倒骨啦，迄嘛有暗纹。好啦好啦，即嘛吼，咱吟诗就到这，即嘛来甲看特技表演。哦，有特技表演哦，嘿，嘿有钢管舞，好啦，钢管比钢管较好看。来，拍一个谱，甲咱欣赏。